last name is Lee, Bruce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, 1940. I'm 24 right now. Lazy Club， 有人教曉我哋唔係東亞人膚黃皮膚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曉我哋唔係東亞人膚黃皮膚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公元2000年，中國5000年，60年前呢度曾經出過一個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？佢又做過一啲事，行過一條路，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國人。中国精神，他拍过电影4、5部，透过活动的影像，荧光幕上前所未有的动作速度，拳脚道路哲学角度无分角度，用现代的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，又行了一条新的道路。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在这里，只是想你做翻一个似样的中国人，可以学人，不用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。你怎做试下又问下这里，为什么又有一班失败的人，不知道自己人，成日走去扮其他人。有他教晓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一个大中华，一个李小龙。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，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唐腿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，佢都用纸笔去记录记录低，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，以无法为有法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，要真正表达你本质，只系最积极嘅武德。佢拣咗呢条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，成日企喺度，不过谂住唔走去做。做又想了条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紧要行条正路，就如截拳道，撩音插弯去一定唔做，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，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，中国人唔会忘记。唔要欺骗自己扮假威，吾三吾四李小龙精神不死，中国人唔会忘记。 Ready? One, two, three.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？我哋5000年历史，你有冇为咗面子变成白色恐怖？你问心嗰句，你有冇？我想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？你话我封闭，我话我有分数，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？系每个人最基本，你做到。有佢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。睇死自己，有佢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。I'll be kicking you. Str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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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ong.